十五楼俯瞰整个这个港口啊，这地方是叫桑吉巴尔码头附近。九楼居然发现了一个泳池，哎，酒吧。白天看看这个景色，啊，这十五楼，这个的几十层楼，三十层楼，原来这里 Harbor View， 这个 Harbor 看到了 Harbor 在这里，港湾，赶紧看到海港，这是车船。看到没有？桑吉巴尔的码头，我们要查一查去桑吉巴尔的往返，往返如果一两个小时，我们可以考虑去一下。啊，一两个小时。这地方就是港湾的。那种小型的双层艇啊，那个塔是什么塔？水塔。看看，坦桑最大的城市，达勒斯萨拉姆达市。这个楼也很高啊，有到了多少层不知道，二三十层啊。我们在这个叫 Harbor View Suites， 这个叫港景套房酒店，这就无敌海景嘛。这地方下面是去桑吉巴尔岛的这个码头，渡轮码头啊，这小船，这个不是。这是码头啊，这里能看到的这个登陆码头啊，那里有那种蛇口码头那种飞艇啊，这港湾从这里出去，景色不错啊，无敌海景啊，相当于蛇口的风景啊，蛇口码头的风景，南山，所以只能蛇口才有这个风景，西。